位置可以参考翻贴。贴好，先把笔回正，好，向左边。好，有点在中间，好，中间偏上偏下都 OK， 没有关系。好，向右。好，下面这个字，我旁边有这个哈，哎、欸，这我老师的字。嗯，左边那个三条直线，它圆铁上把它变成一个心字旁，哈。现在是写真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哦，好、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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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哦，这个你要先写这个一个横，还是先写这一直弯都没有关系哈、哦，都可以哈。哦通常这个哈、哦，你把它密起来，好、哦，把它密起来，跟上面也会接到，哈、哦。它在框框里面的横画多半是把这个桥梁搭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接近隶书的写法。这个在中间点回贴。哦、做点回贴，然后打直打正、哦、向左。哎，你如果没有照我这些程序写当然也可以哦，但是这一笔会歪，这一笔没办法像它这样，就是哎那个角度啦。哦有蚊子哈、哦来看我大补丸来了、嗯，你不要走，太定了，这我特别去买的，因为我在这边常常被盯，要有人被盯了我才会帮你拍的，好，好顺，这个顺你那个心跟那个叶哈。哎，对，那个心跟那个叶哈，哎，我认为稍微打开一下，稍微打开一下，好、哦，我现在把它打开，不要太靠近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、哦，好看一下哈、哦，哎，前粗后细，好、哦，这个没有什么惊奇之处，就是提案的使用而已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听懂吗？回去试就好。一天，好，一样又来了，先直向左，这个手要微微移动才会。